还是还给你这个的。画具和画本我收下了，但是这个我真的不能收。我刚刚听室友说，这个已经绝版了，太珍贵了。你之前不知道？我就是惊讶你竟然会送我这种参考书。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就是没有那么阳春白雪了。 我说过，这本书给你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。嗯，可是……这本书最宝贵的是它里面的建筑知识，它的学术价值远超于它的经济价值，和我们保护的紫罗兰庄园是一样的，所以请收下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师兄。不客气。